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92页最后一行啊，最后一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自然之有根本，这一大段经文精彩，华念老注的也精彩啊，说得非常好，非常重要。我们常说学佛学了多少年，功夫不得力，什么原因根本没找到。读经读了不少，根本没现前。啊，修行也照经典所教导的，也修了不少年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依然不能放下。什么原因？也是根本不知道。如果知道根本，就不难了。怎么样才能知道根本？无量寿经这个地方，这部经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啊。念老引用禅宗祖师大德的语录来给我们作证啊，这一段依然是曹洞宗祖师的语录，啊，智慧现前就是这一句里面讲的有，自然之有根本呢，之有便是那么这个里面含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万象生如体性无二，
跟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是不是一个意思？万象生罗就是万法，体性就是自信。它从哪里来的？自信所生所现，万法这里讲的万象生罗是所生所现。能生所生，能现所现，是一不是二。佛经中当中还有个常用的比喻，以金作气，气气皆金，把金比喻作体现自现啊，金气呢比喻作所生所现的万象。早年我在美国讲经，我们听众里面有一位陈大川居士，他们兄弟这一帮人做这个假首饰，那很赚钱的，做得非常漂亮，价钱很便宜，丢掉不痛心啊，所以戴起来比真的还好看，生意好，做遍全世界。有一次我回台湾，他的工厂在台湾，他邀我到工厂里面去参观，我就看，我一看的时候，陪到我有十几个人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你们来看经上所讲的一金作气，气气皆金，你在这里就看到了啊，他的展览馆里面摆设出来的样品一万多种，没有一个相同啊，手上戴的，链子上结墨挂的，到处都是啊，说非常之美。我说你们看完之后，这是从什么？一个字，金，通通的金吗？体是金吗？啊，相不一样吗？啊，那你要晓得，佛用这个来做比喻，整个宇宙森罗万象太多太多了，从哪来的？自性变的，自性就好比是金，一个没变的，它没变的，啊，它那些变化是假象啊，最后还是回到真经啊。啊，下面一个比喻也比喻得好，千波借水，重气为金，它这里有这些去了，气息借金呢、啊。啊，千波万波，通通是水源，是自然之中，自有本体，此之本体即是根本。问题在不在？在啊，有现象就有本体啊！啊，有我们人生当然有本体，本体在哪里？就在身上，每个细胞里都有。现在讲细胞不行，要讲微尘。啊，佛法讲极微之微，科学讲讲微中子，讲这个可以。每一个微中子都有根本的、啊，本体是一样的，没有两样，而且本体是没有界限的，没有分别的。啊，真的很像我们电视屏幕
啊，我们把电视屏幕打开，它就亮了。再把频道按下去，色相就出现了。那频道是什么？所生所现。那本起本体能生能现，能所是一，能所不二，所不可得，所生所现假的不可得，能生能现的自信也不可得啊，它就有所生所现的时候，它没有能生能现的是本体啊，如何从所生所现里面见性，明心见性，这个很重要了。啊，一定要把能生能现的这一桩事情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肯定它就是真心，它就是自性。啊，他真正是万德万能，具足万法，慧能大师讲得好，没讲错，本自具足啊，能生能现，本自具足啊，所生所现的就是外面的现象，这外面的现象所生所现怎么回事？是念头，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在2240兆分之1秒这样的频率里面出现的现象，这个现象无量无边，你没办法计算。我们这个地球，太阳系、银河系，只是一点点东西，微不足道的。像佛法里面讲的，变法界、虚空界。一尊佛的教化区才只一个3000大千世界而已啊，微不足道啊。但虚空法界里有多少诸佛？无量无边。有多少世界？无量无边。我们肉眼能看见，加上科学工具所发现，都是很小很小一个小点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通通离不开自信。这个自信就是本体，就是根本。你有没有认清楚？没有。听了之后怎么样？好像是懂了，又好像不懂啊，这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要真的懂了，你就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啊，何必分别呢？一体嘛，一经做气，气气皆金，随便你，这是什么？这黄金啊？那个人掂起来是什么黄金啊？这个的确是这自信，那个也是自信，所有一切法自信是真心，前面讲的真正主中之主，那什么？那是我，真我啊，真我在哪？真我变法界，
就好像我们身体，我们身体许许多多细胞啊，这许多细胞，每个细胞都是我，少一个也不行啊，啊，少一个就生病了，啊，统统要去除，眼耳鼻舌身，啊，凑成这么一个身体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可是真的也在假的里头。没有假的就没有真的，没有真的也没有假的，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！我们如果从这个地方一下恍然觉悟了，我们处事待人的想法看法就不一样了啊！他是谁？他是我，我是谁？我是他了。这就禅宗的味道了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我没想错。那么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会不会起心动念害人？不可能。啊，甚至功夫高的人，他不分别，他不执着。啊，他有明有信，叫他明信他就应，知道这个明跟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知道那个人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，啊，通通都是在2240兆分之一秒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，这个幻象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啊，梦中境界也如是，真相大白，彻底放下了，跟真心接近了。为什么？真心如如不动。啊，我们把妄心放下，妄念放下，能够六根。在六尘境界上，你真的会用功。用什么功？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闻得清楚，尝得清楚，接触得清楚，心上不落痕迹，不放在心上啊。心是什么样的？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一尘不染就是清净。没有波动的现象就是不生不灭。啊，本自具足，无量的智慧德能相好都在里头。展现在外面的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明心见性，啊，除十八土，同居土，方便土，这里面的菩萨，这种本事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。你好好的把这一部经第六品念上个几十遍，你就明白了。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威神加持，不可思议啊！好像我们的能力恢复的跟化身菩萨平等的，
这个殊胜是十方世界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我为什么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？原因在此地。啊，那么要真正往生，必须要把这个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，一丝毫都不能放在心上。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，你就决定得生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你的智慧、功德、能力、相好，就跟经上所说的一样，一点都不错。圆公大师给我们做证明，慧圆大师啊，他的传记里头有记载着啊，他往生的时候跟同参道友们告别，告诉大家他一生当中见过三次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次是第四次，阿弥陀佛又来了，来干什么？戒烟他往生，又看到连舍比他早往生的人都在阿弥陀佛身边，一起来戒烟他。这给我们作证了。啊，证明的一点不错啊。啊，生到西方。啊，还有人问他西方极乐界什么样子，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慧圆大师在世，东晋那个时代，无量寿经传到中国来了，在中国翻译，汉朝译的，啊，汉朝的一本，从汉到宋，总共有12种译本。现在我们能看到的5种，另外7种失传了。啊，这是慧圆大师给我们证明，他所看到的跟经上讲的一样。我们将来看到的跟经上讲的也是一样，那就是真的极乐世界。啊，不会的。走错路那么还有第二种说法，不由造作，这叫根本，根本不是造作的，根本是自然。啊，是造作的就不自然了。什么造作？我们起个念头，我读这个经，哎，我有个讲法，这讲法怎么样？这讲法是你念头，这不自然。啊，这是你的妄想，是你的杂念。这不是真的啊！自以为是，你在起心动念里头生的，自以为是。要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叫自然啊，自然而然的、豁然开悟，没有起心动念的，在这个里头开悟的。啊，我们读这一段经，读不懂。啊，看注解也看不懂。
很不容易体会，怎么办呢？古大德教我一个方法，念，你就念这段，念上1000遍，起意自见。哎呀，豁然顿悟，这里的意思完全通达明了了，这的受用。为什么呢？真的摸到了，假的就放手了。如果假的不放手啊，真的摸不到，摸不到啊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在哪里？假的不肯放手。你有什么毛病？就这个病。除这个病之外，没有第二种病。啊，不知道是假的。这话是真的。那我们读了这个经，听了黄念老居士的注解，啊，他人不在了，文字留在这里。我们看明白了，我们有点体会了，怎么入门？把假的放下就入门，就这么一条。啊，假的不放下是永远不入门。啊，放下之后，不定在什么时候，不定在什么处所，豁然开悟。因为因缘个人不相同，啊，悟了就相同了。这悟了什么现象呢？了知万法尽在自心，是不是？那是他是谁呀、啊？是我。啊，那棵树是什么？树也是我。那草也是我。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我。六道凡夫看到的这个现象，这人有问题，神经有问题，是不是神经病？怎么胡说八道？这是真话是胡说八道，说假话人家说得很好，说得不错。所以现在真人对这些假人也是假话，他才懂啊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让他欢欢喜喜。啊，他要入这个境界，那难之难矣啊！你不能跟他讲，你跟他讲那胡说八道，哪有这种道理？确实。了知万法，尽在自心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后头这一句很重要。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心跟法是一不是二。心在法的里头，法在心里。心了不可得，法也了不可得，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顿见真如自性，自性自性就是根本，故曰自然只有根本啊。所以根本比
要去找，自然不找它就现前，越找找不到。为什么？你去找那个不自然，所以不能思维，不能想象啊，根本就不要放在心上。真正修行人，持戒断恶，不放在心上。恶断了，断了，不放在心上。修善，善修了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心上是若无其事，是真的无其事。为什么？相不可得，念头不可得。那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量子力学家对我们最大的利益，就是他用科学仪器观察发现，物质现象没有，假的。我相信现在大家研究念头，就是物质是从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幻象，是这么来的。那念头怎么来的？念头还是一个幻象。菩萨出胎经，这里面世尊问弥勒菩萨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现在他们最高的科学。佛问的，心有所念，凡夫起了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有几个念？有几个相？我们现在知道，心有所念，这一念，讲一念，几念，一念。啊，弥勒菩萨回头会讲一讲，是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每一个念都有相分，都有实。啊，一弹指，所以念念成形，形界有实，形就是物质。啊，实就是妄想分别之处，就六根六识。啊，通通有。那么我们根据弥勒菩萨这个说法，啊，我们一秒钟，啊，有年轻人身体好的告诉我，他弹指可以弹7次，啊，那就用这个320兆乘起，得出的数字2240兆一秒钟。这叫妄想啊，这么快的速度，而且每一个相我们连概念都不存在，这它太快了。我们这个眼睛不行啊，太差劲了。啊，我们坐在高铁上，火车刚刚启动的时候，不到一分钟，看月台上的人，一个一个一个很快走了。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面貌没看清楚。
啊，要怎什么样的速度才能看清楚呢？大概半二分之一秒，我们眉毛看得清楚，知道这是哪个人，那是哪个人。啊，十分之一秒的时候，就看不清楚了。啊，只看到一个形象，看不到了，看不清楚了。可见的，就在我们眼前，有许许多多物质现象，我们看不见。怎么看不见？它频率太高。我们这个眼睛不能接受。啊，这些话科学家懂。他天天做实验，天天在显微镜里面，啊，真看到许多微细的东西。所以了知万法，尽在自性，顿见真如自性。自性自性就是根本。学大乘教的这个道理要是不懂，你不得其门而入，永远不得其门而入。故云：自然只有根本呐。啊，自然这个根本是什么？万事万法，自然有自性的，自然有真心的，真心能生能现的，万物所生所现的，所生所现是假的，不可得，真心自性。也不可得，它是真的。它真的为什么不可得？它没有形象，你六根圆不到，你见性就圆到了，那你完全看到了。你没有见性，你圆不到，都在你面前。那我们睁开眼睛，有所见的，见到的，有生有灭。还有许多我们睁开眼睛没见到的，就在眼前，这个眼睛就不管事，它就见不到。它见不到根本。啊，有没有根本？不管它见到见不到，通通有根本。见明见。为魔接近啊，这个经里头说，即是豁然还得本性。这个即是没有指定是哪一时哪一刻，没有指定啊哪一种场合，总是缘分啊，不定什么时候，不定在哪里，忽然开悟了，见到了，禅宗。有一部书无灯慧远，啊，这是禅宗里面的开悟的人呢，他们的报告，啊，古人叫公案，公案就等于是立案的，是事实的真相，立案不是假的，可以传留给后人做参考。啊，一共有1700个人。所以禅宗也很难得了。
佛法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，在中国开悟的有1700人，这1700都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我们一般讲圣人啊，大悟是贤人，大彻大悟是圣人啊，在印度叫佛，在中国叫圣啊。佛教在中国给中国制造多少圣人，单单禅宗就1700个，其他还有教下啊，还有净土宗。啊，加起来我估计应该有3000人。这对中国的贡献呢，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这末法时期修禅的人不能开悟，学教的人也不能开悟，前辈这些大德告诉我们，末法时期只有修净土，信愿持名，求生极乐，到极乐世界等于大彻大悟，可以这样说啊。实验室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，你的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相仿佛，这受用啊。在极乐世界真正把见思无明烦恼断掉了，那就是你自己修成大彻大悟，极乐世界保证你修成，而且时间很快啊，在我们这个地方时间很长，要无量劫，要三大阿僧祇劫啊，到极乐世界一生就真的圆满，就已经圆满了啊，一生就成就了。所以净宗的功德是一切诸佛所赞叹的，无比殊胜的功德，在我们近代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！你看看他的母亲往生多潇洒，多自在，啊，把他的女儿找回来，让他女儿看他往生，女儿一真看到了，真相应了。过了2天，带了儿子一起出家去了。妈妈不要劝他，只要表演给他看，这还得了啊！啊，而且就一句佛号，一声弥陀，圆满成就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晓得，自然中
有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。现在没有证的不要紧，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了。又《菩萨戒经》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我本源自性清净，若设自性见性，皆成佛道。”这一句话，《菩萨戒经》里头说的，我本源自性清净，跟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一个意思。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你看这里，本源自性清净，就是慧能大师讲的第一句话啊，所以你只要认识自性，你只要见自本性，你就成佛了。成佛不难了，啊！可是真正讲到见性，悟心见性，真不容易啊！为什么不容易？说出来大家知道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自性，我们的本性，现在不能现前，它有三种障碍。第一个，根本无明；第二个，尘沙烦恼。尘沙是比喻，这个烦恼像尘沙一样多，所以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全都是烦恼。再有一个见思烦恼，就是你看错了，你把这个世界全看错了，全想错了，这叫六道凡夫。六道凡夫很可怜呐，生生世世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一生到人道还算不错。你有没有看到畜生道？你想想畜生的样子，他的生活，他的生活环境然后你再想想恶鬼道，那再想想地狱道，就不敢想了在六道里面，肯定你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久，在人天阿修罗，这叫三善道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不长而是在恶道的时间长。为什么？恶念、恶行都在恶道，善道是善念、善心、善行。我们想想，我们从早到晚这一天，晚上睡觉之前认真反省一下，我起心动念有几个是善念，有几个是恶念，有几个是无记性念。无记性就不能说善恶我喝一杯水，这个不是善恶，没有善恶，
啊，善恶是对自身、对别的众生有利益是善，有伤害的是恶。啊，为什么对人伤害人是恶？人是我们自信现出来的，他跟我没有两样啊。我伤害他就是伤害自己的自信啊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个道理真搞通了，万物一体，自他不二，再不会伤害别人。啊，为什么？伤害别人要伤害自己，杀人是自杀，毁人是自毁，哪有这种愚痴啊？可见的这个知很重要啊，知什么？知事实真相，这是真知。真知就是见性啊，一切法同一个自性，同一个真性，都是这个心现出来的，都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。离开这个心，一切法都不成立，都不能存在啊，这个要认识啊，这要证实，你会断一切恶，行一切善。啊，那么你如果再明白一些，有更大的觉悟，啊，善我做，我随缘行善，行着善，不把善放在心上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我常常给人说得很简单很明白啊，劝导大家什么是无明烦恼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，这个念头很微细，自己很多不知道，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，不知道自己起心动念啊，实在怎么讲，念念都是起心动念，根本无明啊。从根本无明里面延伸出来尘沙烦恼，这烦恼像尘沙一样，形容它多，太多了，那是分别。从分别里面有起执着，执着叫见思烦恼。啊，三种烦恼障碍我们的心性，我们心性不能现前，这三种障碍放下就见性。无论你修哪个法门，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，这个法门一定是叫你放下见思烦恼，证阿罗汉，小成就，再放下分别，分别放下尘沙烦恼，啊，这是大大悟。啊，再向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大彻大悟。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自然中自然相，完全明白了。啊，所以。只要知有便是啊。
啊，有什么？有根本，这个根本是自然，没有人造作，它没有生命，啊，不是你造的，你造它就有生命，它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，告诉你。过去无始，有他；未来无终，也有他。他无始无终，他永远存在。这真我，真我是佛说了四个字。我们总要很细心去体会，常、乐、我、净，常不生不灭。这常啊，乐真乐，它没有烦恼叫乐。啊，乐跟苦是相对立的，它没有苦，就像极乐世界一样。自信是极乐，极乐是怎么产生的？个个人都是明心见性，个个人都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所以那个世界没苦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有苦，苦从哪来的？苦从无常来的，常的反面是无常，无常是什么？生灭呀！我们这个身是生灭，心是生灭，起心动念，每个念头都是生灭，它怎么不苦？啊！所以佛教我们修行。修什么？修戒定慧。啊，戒是手段，教我们放下。啊，定是功夫。定到一定程度，就是见性。啊，见性是什么？智慧透出来了，啊，智慧从定中透出来的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智慧现前，智慧现前就是大彻大悟，所有障碍没有了，叫明心见性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有一句，若是自心见性。皆成佛道啊！足证曹山，只要知有便是啊！便是什么？心经上所说的。色界是空，不但色是空，受想行识都空。能把这些空有都空掉了，自心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只要你知有。便是，你就会修行了。佛法修行的理念、方法
效果你就全都得到了，妙不可言的。啊，瞬间奇迹就出现，不可思议。啊，只有万法虽然空，法性不空。啊，万法的相是空的，万法的性不空啊。啊，我这个身体是空的，不可得。确实，身体的寿命多长？2240兆分之1秒，这个身体，物质的身体寿命只有这么长啊。这个灭了，第一个相灭了，第二个微细又出来了啊。所以这个相我们再来看，是相似相续相，特别认真，它不是不生不灭的，它是刹那生灭。这个刹那就是科学家所说的啊，2240兆，一秒钟已经有2240兆个这个声响，哪一个相是我？如果每个相都我，那我就太多了。我太多了，将来成佛要成很多佛，我不能成一尊佛。所以有个真我，真心自信是我，在哪里？就在这个幻身生灭身的里头，身有生有灭。它不生不灭，生灭跟不生灭合合在一起，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六道众生不知啊，不知道有真心的，不知道有自信的，所以他永远在六道里搞轮回，受冤枉苦啊。啊，所以这边说说得好啊，只要知有便是，正是佛佛相传之心印，湛于老人说，曹山此彼六祖，只是得此八病啊！这曹洞宗祖师是六祖的学生啊，啊，他自彼六祖，凭什么？就凭只要知有便是，他知道有。啊，便是什么？便是成佛，便是成祖。啊，曹洞宗的祖师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大段：自然光色忏悔，转变最深啊。这就讲我们整个宇宙啊。我们每天早晨起床，晚上睡觉，这一天24个小时，24个小时
外面的境界，里面的身体都在那里产生很大的变化，而且自身的变化跟外面的变化是同样的。那外面的变化真叫无量无边，为什么？它大，大到变法界虚空界。我们内身起的变化跟外面同样大，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看这一段，参如，参加，光光相如啊，念念相如，行行相如，啊，起心动念相如，分别执着相如。见思烦恼相如，像光跟光相如，分不出自他。有没有自他？有。我们熄掉一盏灯，这盏灯光就没有了，哎，就晓得光没有。啊，点燃一盏灯，这盏灯跟其他的光合在一起，分不出了，它入在里头去了。啊，我们跟大宇宙的关系就像这个样子，跟小宇宙的关系也像这样的。啊，小宇宙是原子、电子。啊，到微中子，小宇宙，回是回转，周流不息，变化不居。啊，实实在在说，我们举比喻很难讲，佛经上的比喻极微色，物质最小的极微色，也叫灵虚尘啊，这个物质把它打破就没有了，就空了，所以叫灵虚尘，跟虚空隔壁物质最小的啊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一体这一种。忏悔忏时，我中有人，人中有我，我们睁开眼睛，我的眼睛里有你，你的眼睛里有我，这是忏悔啊。啊，参入回转，回转是在作用，它没有中断啊，随着缘在变化，我们细心观察，不难体会。你在电视机里面观察现，你体会这个意思。你在一面镜子自己照着自己也行。你在这个里面去体会体会这个自然光色忏悔
转变最深。啊，这些手段都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六根缘，六尘境界，而且六根互用。我们现在六根没有办法互用，烦恼习气太浓了。如果能把见识烦恼断掉，佛告诉我们，六种神通现前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，神足到漏尽，漏尽是见识烦恼断尽了，有六种阿罗汉、辟支佛。如果再向上提升菩萨，那六种比阿罗汉高明太多了啊！一直到佛眼，到佛究竟圆满，见色圆满，闻声圆满啊！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得大圆满。大圆满什么样子？就是师弟讲的那两句话：自然光色忏悔，转变最深。回转，周流不息，变化不居，色相之体，非即非照，而复常即常照，即而常照，故从法身流出报化佛身，从离体出生无量微妙相用。这一段念老说得好，念老是学科学的，在学校里是教无线电，教这个课程，所以他这些比喻我们能体会得到。那与他所学的有关联，那么这个里面最重要的都是给我们说自然之根本，解释这句话啊，周流不息，变化不居，就变化莫测，实相之体，就是自信，就是真心，能生万法，啊！虽然能生万法，实相不能说即，不能说照，即照。是很不得已用的这些名词术语啊，跟你说真的，真的是假立一个名才好说话了，不立一个名不好说话嘛，没办法表达我们这个交换建议意见嘛，不好交换，所以必须要搞个假名，名是假名。像是幻想，都不是真的，可别着相，也别着名字相，着名字相就错了，还是着相。那所以此地告诉我们，非即非照。那而又呢，
常即常照，即而常照。即是体，摄相的体，照是摄相的用。啊，照是智慧，即是禅定。啊，慧能大师给我们开悟的时候这五句话，第四句话给我们讲的是体，本无动摇，这是体。前面三句的话都是从体起用，啊，你看本自清净，啊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啊，幕后能生万法。啊，能生万法是起大用，起作用，通通不能执着。不但思想不能执着，连名词术语都不能执着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真正的佛法，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啊。最高深的佛法怎么传？不能说，不但不能说，不能动念头，起心动念错了，不起心不动念怎么说？没话好说。给你说了你也不懂，说什么？自然中自然相，你能懂吗？不懂啊。啊，即而常照，照而常即，也不懂啊。我们只能讲一个最简单、最粗显的、明显的，很粗糙很明显的跟你说一个啊，照是智慧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即使什么心里头没动，就是心里头没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是即啊，即照是同时的，正在照的时候就是看的时候，听的时候，也就是正在即的时候不动。我看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没把它放在心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如如不动，这就对了。动怎么样呢？动就生烦恼。那动力就是善恶，这个动力起心动念是善念，三善道去了，这是恶念，三恶道去了。如何保持即照平等，即照同时，这就是佛、菩萨、阿罗汉啊，阿罗汉他的即只是不执着，他分别，他有起心动念啊，不执着，我们常讲放下了啊，决定不居为己有，这个居为己有，我要获得，我要受用，这很糟糕啊！啊，通通都有个我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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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，出不了六道轮回了。啊，什么时候觉悟了？我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
那就向佛那边靠啊。那我要，这往六道轮回这就靠啊。学佛就学这么回事，所以有很多人不愿意学佛，叫我通的话都不要了，这个我不干。啊，他要干什么？我样样都想要，我什么都想要。啊，那要，现在在人间要太多了，不好，后面有灾难。啊，将来是三途。是六道轮回出不去啊！那阿罗汉以上的这菩萨不但不分别，啊，不执着，他分别都没有，他只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极其微细，我们无法体会。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境界，要有这种境界，你尝到味道，你信心就坚定了。坚定从哪里看？彻底放下，从这个啊，还有我不行的，哪来的我？我。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我。释迦牟尼佛承认，阿弥陀佛承认，设法界一切诸佛都承认，我也承认。那什么境界？那成佛了吗？啊，这个。不能不知道啊，所以底下说出来了，故从化身流出报化佛身，化身就是自信，就是真如，就是真心。啊，从法身流出报身，十报庄严土，教菩萨，帮助菩萨成佛。啊，化身有应化身、应生化身，应生化身是帮助六道凡夫啊，来实现入这些道。释迦牟尼佛示现到这一道来，一样来投胎。啊，从青少年慢慢长大，啊，再出家修行正果，30岁时间成佛，80岁入涅槃，这个叫应身、化身。是机缘成熟，你也不知道他从哪来，他办事完了就不见了，你就找不到了。啊，那在我距离我们不远，有一个例子，虚云老和尚，当年在世的时候。120岁往生的，他有一本传记流传在世间啊。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着，他47岁的时候，虚云老和尚47岁，为报母亲恩。法院朝五台山，那时候他住在葡萄山，从葡萄到五台
三步一拜，三年才拜到。在这期间当中，两次生病。生病的时候在旷野，啊，人很稀，很少人，都是走的山路。生病无可奈何，没有办法。啊，正在极难的时候，有一个乞丐，哎，从这路上来了，要饭的。啊，看到他，乞丐把讨来的饭分给他吃，啊，又找一点草药，懂一点草药，帮他治病。治好了之后，两个人分头，他就朝山，他就讨他的饭，不见了。过了一个多月，老和尚第二次生病，哎，又遇到这个乞丐，啊，跟乞丐真有缘，问乞丐，你家住在哪里？说我就住在五台山，啊，你想去的地方。他说：“你到五台山，五台山人都认识我。”啊，这就分开了。到了五台山之后，他就到处打听。啊，这个乞丐，没有人知道。啊，最后到山上的，早上到山顶上，遇到山上这些出家人，就提出这个。这桩事情，啊，这不是眼花，生活在一起，前后一个月，帮助他治病，治好了。人家告诉他，那是文殊菩萨，他恍然大悟，文殊菩萨的化身。你真有困难，他来了；你没事情，他走了。来不知道从哪来。去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啊，他化身的名字叫文吉，文章的文，吉祥的吉，啊，所以庙里和尚文吉就是文殊菩萨了，你怎么不知道啊？啊，跟文殊菩萨在一起住了一个月，啊。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，我增长我们的信心，啊，要相信有自然只有根本，这个根本可了不起，这个根本能出生诸佛如来，能出生诸大菩萨，啊，虚云老和尚。生病遇到的文奇也是这个根本变化出来。哎，你只要知道这个根本，你真就有信心。啊，你什么顾虑都没有了，彻底放下，一样也不要了。啊，真成就了。所以从离体出生无量微妙相用，无量微妙相用是指变法界虚空界，啊，这个里面包括西方极乐世界，也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十法界六道轮回，啊，微妙的相用。故此自然根本，自然出生无量光明色相，相参相入，回转变化，超于十方，古人最深，经中常以宝珠比喻自性。
这几句话是告诉我们遍法界虚空界法界其大无外，没有边界的，无外，其小无内，没有内外，妙啊！有内有外是有量的，无内无外是无量的，在经体上无量寿。自性是无量的，怎么可以用量来衡量它？用量错了啊！它没有量啊！啊，它的变化是随着自性自然现象啊，自性遇到缘了，自然就现这个现象。一丝毫勉强都没有。如果自性里头遇到这些众生，这些众生迷惑了，迷就现设法界啊，设法界里面随阿赖耶的缘，阿赖耶起心动念，所以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它的缘起是唯心所现，但是能现、能生、能现是真心，是自信，所生所现的是万法，是整个宇宙啊，妄心。不能生，不能现，它能变。你看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妄心的本事，它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它不能生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必须要妄心舍掉，转八十乘四智，就成功了，就回归自性。八十没有转过来，就没有办法脱离三界六道。啊，阿罗汉能脱离六道轮回，不能脱离十法界。化身菩萨才能够脱离十法界，生十宝庄严土。十法界里面，上面四层是阿罗汉、辟支佛修行的处所。啊，可以说用我们净土宗的术语来讲，是释迦牟尼佛凡圣同居土的净土，六道是秽土，可以这样分法。啊，它不是一真法界，啊，必须见思烦恼断干净，才能够往生到十宝庄严土。啊，
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叫华藏世界，华严经上说的。啊，换一句话是修行正果，修到这个层次，他要不求往生，就到华藏世界去了。啊，华藏跟极乐是相通的。华藏世界的人喜欢到极乐世界去，可以去参观去参与。极乐世界的人喜欢到华藏世界来游览，也没有人障碍。啊，他们相通，妙不可言的。啊，真正是微妙相应。啊，回转变化，超越十方，故人最深。啊，那么经中常常用的宝珠比喻自性，这个宝珠，真的宝珠，不是假的，假的宝珠没什么用处。啊，这的那些钱，钱也不是真的。这个世间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要认识。啊，观经里面说，夜夜宝珠有84000光，夜夜光做84000一种金色，夜夜金色遍其宝土，各作异象。或为金刚台，或为珍珠网，或作杂花云，于十方面随意变现，施作佛事。那么这是讲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观无量寿经里面这一段经文，告诉我们极方世界是极乐世界的殊胜，极乐世界的微妙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你看夜夜宝珠，菩提树上有宝珠，啊，宝树里头都有宝珠，莲花上也有宝珠。宝珠在极乐世界就跟我们这点泥土沙石一样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这些宝珠都放光，所以极乐世界的光明，光明世界它不需要日月灯，它不需要，这宝全放光啊！啊，身上头戴的帽子上有宝珠，穿的衣服上有宝珠，又何况身体也放光明。啊，金色，金色里头表的法是表不变。啊，你看我们矿物，金银铜铁锡，黄金为什么珍贵？珍贵它不会氧化，不变色。啊，取得这一点，所以大家爱黄金。啊，银。啊，后面银、铜、铁、锡都会生锈，只有金不会褪色，啊，所以金称为宝。
那么心能够变各种不同的相啊，或者是金刚台佛菩萨的坐处啊，或者做珍珠罗网啊，这是一般树跟树之间的庄严啊，有罗网珠宝做成罗网，那么或做杂花园编成花样，做成了花纹图案，千变万化啊，所以于十方面随意变现，是作佛事。佛事凡是帮助人觉悟的事情都叫佛事，佛是觉悟的意思啊，讲经教学帮助人觉悟啊，念佛堂念佛帮助人觉悟，禅堂坐禅帮助人觉悟，极乐世界处处都帮助你觉悟啊，你听鸟叫帮助你觉悟啊，看到流水啊，流水有音声也帮助你觉悟啊，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以及他老人家生生世世累积的功德来庄严净土啊，帮助极乐世界所有往生的人，不论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出现，突然让你碰上了，你就大彻大悟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极乐世界我们看到这段文，问我们联想到起心动念出生无尽是苦，自己对自己应当负完全责任，要警觉到这一点，我们这段经文没有白念。由于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夜夜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夜夜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，夜夜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，摄取不舍其光向好，给予化佛不可据说。这个据说就是详细说明，没有办法给你详细说明，只能够笼统给你做个介绍，让你有一个概念。你要知道经上这些话句句是真实话，字字是真言，没有一个字是假的，没有一句话是虚妄的，这个你要知道，你要重视。所以佛经称之为法宝，这就叫宝，这个宝比金银珠宝更可贵。金银珠宝我们得了啊，日子过得好一点，物质生活不开智慧不能离苦啊，什么苦？轮回苦，
脱离六道轮回，叫离究竟苦。你永远不再离苦，不再苦，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得究竟乐。换句话是，你永远不会受苦，不会有难，不会有烦恼，不会有忧虑，也不要操心，也没牵挂。就凭这些，我们就要一心死心塌地求生净土。在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求，只求生净土。怎么求？这一句佛号别中断，海鲜老和尚，他的妈妈，他的师弟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我们把他老人家的像、遗像挂在佛堂，挂在念佛堂，明显的地方，让大家很容易就看到。啊，看到跟他学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有啊，上知经文，身显光明色相，微妙难思，随意变现。这个随意变现好。你要去想想，哎，我们从地球啊离开地球到极乐世界，现在地球上什么样子？你这一念呢，地球马上就现前，就让你像看电视一样，统统都看见了。看到熟人，你马上就了解他根熟了没有？根熟。你会度他，哎，你也会像文殊菩萨一样现个化身去度他。啊，没熟不着急，啊，再等一会儿，极乐世界等一会儿，我们这里可能好几年，啊，时差不一样嘛，啊，随意变现。啊，看看我们前生，看看我们后世，可以看到古往今来。啊，不但娑婆世界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想哪一尊佛，哪个佛陀就现前。真的是光明色相，微妙难思。随意变现啊，光中有色，色有现象，诸王等等妙相，只是一色所显呐。又如佛像具好，好中放光，光一佛现佛。借吉行忏悔之意，这个忏悔，这一段文里头妙极了。啊，这个里头有一桩事情我们要留意，那就是我们现在就在大宇宙忏悔之中。啊。不是极乐世界有，我们这我们有啊，我们没有离开他们呢，我们跟他是一体啊。你自己一定是个界限，我跟他不是一体，我是小范围，苦就苦在这里啊。你看我们世界人这么苦，苦在哪里？
每个国家划个界限，他就打仗啊。这没有这个界限，不就没有战争吗？没有战争，人堕落，叫自找苦吃啊。那界限为什么画的？自私自利。啊，这是我的边界，你不能够侵犯。那要没有边界，不就都一家吗？你的利益我沾光，我的利益你也沾光，这不好事情吗？啊，所有的苦都是自作自受。啊，如何把界限给抹掉？啊，佛法修学小乘初果所证，须陀洹，须陀洹就没有边界，边是什么？边界就不跟人划界限，你的我的没有了。啊，他没有这个概念，你跟我是一体，我看到你有困难，我自然帮助你，就跟自身痛痒一样。啊，身上哪里痒，手马上就去抓，就帮助他，还需要请求吗？还需要同意吗？不需要了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地球是一家？啊，众生是一体，地球所有地球人是一体，啊，这个地球是我们一家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一体的关系，比什么都重要，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又深一层的体现。啊，佛像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古印度人印度国土里面所说的。那佛给我们介绍，佛有八万四千相，相有八万四千好，好有八万四千光，八万四千代表无量，身有无量好，好有无量光，光有无量化佛，啊，佛有化无量光明，接引众生，这就是光色忏悔的意思。啊，至于是做佛事，这一句话很重要了。这就是他怎么度众生。我们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。啊，下一堂课，我们从这儿学起。我们从这一句894页第一行最后一句，诸王等等妙相，从这儿学习，就接上了。啊，这个无量寿经我们的学习虽然时间费得多一点，越学越欢喜。